中校、国校附属幼稚园伫今仔日早起举办中华关105年度本土语言教学观摩会，邀请中华关公私立幼稚园的老师来共同观摩学习，增进教师幼儿课程设计质量。中校、国校以爱在彰化健康九九为主题，结合使用本土语言进行在地化，还有健康饮食课程教学。校长表示，利用幼儿对四周的环境充满好奇心，来引导幼儿去体验看得到、摸得到、学得到家乡自然景观、人文知识，还有物产，而且由幼儿家己做的八大在地创作品来做预备展销。哦，今日阮中校国小附设的幼儿园吼，举办咱彰化县公私立幼儿园的本土语言的观摩的研习会吼。啊，阮这间的主题是用迄个“我爱彰化，健康九九”为主题，是要结合咱的本土语言，就是咱台语，啊，甲咱彰化的特色。哦，有咱26乡镇的介绍，啊，嘛咱26乡镇的特产吼，啊，给咱彰化县的老师来大家互相来观摩，吼啊！这个阮的内容啊，有老师的功课，啊嘛有囡仔表演，啊嘛有咱囡仔做的物件的预备，啊主要就是讲吼，予大家会当多多来熟悉咱彰化的特色，吼，予咱的家长啦、老师啦、幼儿园的学生啊，吼，拢会当来爱咱的彰化。长期以来推动母语教育的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，母语教育要为小孩做起，透过亲子共同参与，让小朋友能快乐学习。好语言其实是咱上要紧的文化，啊，所以啊，咱真要紧，会当赶紧来真好好的来推动。啊，所以伫小学已经有一礼拜一点钟的时间，但是幼儿园会使讲是较自然，所以阮想讲应该互因会当会足自然，啊足亲近，啊而且啊上要紧是对本土的文化、本土的地理、本土的人文，啊所以咱安尼一直咧努力，特别是今年咱全力伫幼儿园，啊希望因会当传播。这次活动也安排了台语童谣念唱教学和表演，还有同心同趣的米红仔活动，希望借由这次教学观摩机会，大家互相学习，增加教师幼儿课程的设计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